好，好吧，没他们近啊。要开不就上我？哦，开两天都在那了。一天哪里都有。等到快到的时候拍点食物。哈哈。从早上过来，今天早上还有一波。开始了。哦，姓潘姨吗？好像。哦，就是那个。哇，他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在新西兰往下面放多了，反正在一般人是做不了。他把我吓了。我如果快，这几天好像没有什么过瘾的，过瘾的，下来。哦，不够啊！倒挂的，是啊，我正在给他鼓掌呀，虽然他听不见。你看这边是那边，放到大，放到你再过来那边，他不要大。你两个都弄出去了，你看他现在把头都扎了，你看。你们俩人家看，跟他谁两个看得好？看得好，你不讲的是心里的感觉，太远了。他们看他有没有动作。那他感觉是在采用吗？对对。对还没打完了，这就快短了，继续练练。
站的地方啊，大家洗个盘，好，好，好，很熟吗？还打个字，打个照，很熟吗？哎呦，下来了！我说下面也太快了吧！我没看到就下来了，忽然追着云雾的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啊啊，他们那个，哎，他们看到了。嗯，我们看到这几个。看到成都哦，看到哎，没有。阿宝在搞的。好厉害哦，三个。哎呀，三个吧。晓得。怕你，你吓坏了。现状才是。嗯，是没看。